好了，来吧。A 把是在里面做的。蝴蝶是什么？耐火蝶，耐火凤蝶。靠背啊，旁边那个是暖暖凤蝶，耐火一个暖暖，它小。嗯，那这边是什么？向阳草。还要只能拿在手上啊？抽奖喽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有水。有水龙头，这在里面的那个放水泉，对啊，备用电池哦，它可以另外再装啊，是什么？大轮胎？哦，终于有轮胎了。这要干嘛？靠背？哦，这可以充电哦，是不是？哎，靠北啊！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突然跳起来？风扇机，备用电池。那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差吗？哦，吼个屁啊！这怎么只有这么少啊？两个大轮胎，好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爽。那对面那边我要怎么过去 我好像是从对面来的吧？嗯，我好像是从对面来。这要干嘛？可以飞啦！好，这可以转呢。我从这边来，
好妖啊！出发喽！这样子啊。就飞来这里 ，kill 物件，要干嘛？哦，精力草，哇塞啊！天空蘑菇啊！对啦，哎，又吓死我嘞！敢跑掉？我想去下面那一个啊，刚刚那里有看到一个这个。是不是做个？我来试一下吧。靠北那边有龙哦，下面那个是龙吗？是什么？刻有海拉姆文字的石板，无法解读上头的词。这是干嘛？这是一个花的形状，然后呢？这地方要做什么啊？不是啊，旧海拉鲁文字我不能读，为什么？我不是旧海拉鲁人吗？先回来这里好了。我不是旧海拉鲁人吗？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子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谈呢？反正就这样啊。降降，还是要谈这个。是这个，是这个。看那个啦，哎，过头过头过头，这个再出发，刚刚就上来捡苹果，冲很小了。
还是他的用意不是要让我来飞来这儿？他没有东西耶。到了，放手，对了，所以啦，就是应该是要这个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还有这个吧？很多东西。这个要干嘛？哎，这个菇，毅力菇增加上限值。向阳草。阿珍要干嘛嘞？我看不太懂嘞。哦，一个是这样子摆啊，诶。这样嘞，对哦，不是啊，我们要用这个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哎、欸，他没有办法整个抓住。为什么？太重。为什么刚刚会弄不起来？
好，然后还有一个龙头。哎，怎么会这么重啊？所以龙头放在上面会很重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应该是要找一个地方过去的。来啊，不然来，找个地方去。喘啥小，还没发挥真实力，你在干嘛？啊！你怎么靠背？电池会没有哦？哇！呼呼！我现在在干嘛？啊，我现在就这样子哦，这么屌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可以吹个风，然后去到对面那边哦。弄在这里。比较好了，我觉得。去吧，拜拜。等他满，等他满，等他满。不太对。那这样再拿一个。有移动吗？有，睡哦。哦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移动，然后到对面那边那个岛。
那会不会太累啊？我们现在在这边了。好呗，这个店。啊，反而那边这个可能更快了，我跑来这里。等一下啊，先把它全部统一一个地方好了。啊，你们就都往这里吹。来哦，冲！真慢的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小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全掉了？干你老师！拜拜。来，我刚才被扇走了。拜拜。这里有一个没捡到，妈的！刚还想在那边。火焰果嘞？你啦。残旧的地图，好，这里这个都弄完了，会取消吧？我觉得，因为我其实看那边，其实应该也没什么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其实就，我们就只到这边，然后。我要跑的其实是这里。他说这个是野蛮，充满力量符。先来这边去拿那个充满力量符。看有没有办法拿到了，没拿到就直接去立刻立刻村，什么立刻村啊，还是什么颗粒村？不是啊，啊，我不是有登记码吗？干！为什么没有码了？这里一个胡萝卜嘛。这个果实
这个火焰果感觉就是偶尔会掉的。它会慢慢再长出来。我们先去上面那个。先爬到上面去，再过去。干你娘！来啊来啊，靠腰啊！勉强勉强，有啦，碎啦！什么？不行哎、欸！去他妈的！哎呦！妈的，我要抓蜻蜓，然后结果两只那个给我跑出来。这些人真的是哦，我的蜻蜓一只都不剩。算了。到底要怎么打、啊？火也不对，水也不对，对不对？亮种子嘞！打火石哎、欸，没用。来了，等等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看跑掉，这个反渗到你妈的！
哦，还跑，还跑。拿这个树枝扇他，哎，没中。这一招哦，干太夸张了吧？他会这个落陨石。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啦！妈的，陨石将放，谁受得了？解除了，解除了，解除了！操你妹的！恶爆天，活蝙蝠的眼珠，不是啊？他这个东西在哪里啊？它是在天上吗？哦，不是呢，在这呢。是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要干嘛的。
亮光蘑菇。好像找到了，还是这个啊？哦，好像吹丢啊，好像就是这哦。来吧，野蛮腐碎，拿到了，各位。就是这里。刚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没看到。这次我不打了，现在这个武器要多一点来打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好啦，野蛮服拿到了啦。那我们这野蛮符拿到了，我们就往这走吧。这里又有一个什么快速攀登符，去那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电极增强，这个之后再去拿，直接走这过去，应该是舒适的。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左边那个什么立刻村哦，啊，还要先去给那个，我要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小苹果。还有，我要这个剑。不能用吗？对嘛，搞屁呀、啊、你！之后再听。有看你老师。有哦，啊有，好了，我一直吊人家拉架。哦，林克大人，哦，这些都要拿才会有这个剧情哦。吼吼哟！什么东西？王族之剑是怎样？回避攻击之后，那把剑的反击威力会变更强。
然后嘞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还有那个什么，这菜单呐、啊，它是不是在地底啊？你吗？是，你吗？干，女人剑、波克利剑。等一下，我这一把不是要丢吗？波克利剑啊。哇，这一把在和。把跟这一把合，你啦，你要苹果啦，水果拌蘑菇，请收下，挺机灵的，拜托林克呢，好哦。叭叭叭叭，这就是波农特制的水果拌蘑菇，但才两颗星，动作要 K 级啊！啊，水果拌蘑菇。可以，还可以选这个材料不够，玉他妈的！哦，苹果，它可以选苹果一篮一组，后微风装在。比我见识到飞更远。那有这个的吗？速要跟恶心，我没有还哦，这个是波克犄角，增加攻击力，向阳。两个丢下去煮一下，哦，这啥小啊？如果有六颗星，它烂掉，是不是它就会加六颗回来？是这意思吗？这可以干嘛？这样也有料理，这样是炖水果。哦，这可以做三颗，盐八个，然后浪费哦。这个好像比较好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 提高速度的。
他只要加了那个就。来看会变怎样？不是啊，你这个为什么酱会变烤蘑菇啊？不行，速度变快。8个。全部这个是什么？发光哦，贴，还是对，这是什么？让精力草增暂时加上限值。哦嘞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加精力的。对啦，那不对啊你。哎呦，只有2个呢。这样，那就这样吧。4个。野菜。好嘞。暖菇。还有一个是这个，会有多菇果实，对不对？一粒菇增加上限。干，我妈，我怕她下去煮，给我直接说。好了，算了，就先这样吧。啊，讲那么多英文，我是听得懂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有条密道也不足为奇。不不不，没错，这个我可以用。精力还是血呢？血吧，加到5。一次四哦，扣4个。喂，好，那下一个就是精力，天数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靠北用错了。